好，不行不行，我们可以听唱歌。我们来看一下 ，Jimmy， 你先告诉我你今天有听过些什么歌曲？你能，你可以记得吗？想得起来吗？想不起来吗？那你今天刚刚有唱一首 Ending Song 吗？有 Ending Song， 然后也有跳 Ending Song 吗？很棒哈 ，Ending Song 听说现在很红嘛，是不是 ？Jimmy 现在会好多歌哦。听说你今年要读小学一年级了，好开心吗？开心。好快哦 ，Jimmy 已经六岁了，今年满六岁了，所以今年要去读一年级了。时间过好快哦。Jimmy 刚在二楼的时候还看到一个那个喝饮料的那个兔子的胡子，对不对？那个啊 ，Rabbit， 那个是以前 Jimmy 三岁的时候我们去桃园玩。在桃园喝饮料的时候的兔子，一转眼已经三年过去了，好快呀！啾咪说拜拜拜拜。拜拜拜拜。